是如果在你的小贩中心，在提升之前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小贩们是每一天需要把桌子搬进搬去的。然后因为在提升工程过后，其实我们就做了这个就是 fixer 不需要移动的桌椅，让整个地方其实看起来也比较干净，比较舒适，也方便小贩不需要再移动那些桌椅。这个都是一个很久的工程。所以在跟进了，是现在已经完通了，然后这个是那时候我们做那个卓和家业的过程，对，这个在一起，然后就一直卓和家业的，马看卓和家业，这个是年货城，年货城，我们叫这个，因为其实以前没有了，以前有，但是边境开放之前，其实有很多人来这里购买年货，然后当中包括这个是我们，这个就是我们搬进的，对，对。所以看到没有，再潮再远，它都是廖彩彤，都是一个有做工、会做事、能服务的一个好议员。啊，